今天麦卡伦说大阅兵，我就来给大家解说一下啊。迎面走来的是高端款的方队，领队的是麦卡伦莱利系列，瓶子超级好看，一瓶一套房。下面就是麦卡伦珍稀系列，代表是1958、1962、1949、1926这几款老家伙，年代恒久远，一瓶啊就破产了。然后就是麦卡伦1824-10系列，代表呢是大 M 璀璨、六号耀钻、深 V 灰钻、绅士号钻，还有经常往免税店跑的奢享战黑。接着迎面向我们走来的就是基础款的方队，领队呢就是经典雪利桶系列，40年啊有钱难买，30年一瓶难求。1812年开始断货，只供亚洲市场。最后呢就是麦卡伦雅致系列，因为扩容计划，雪利桶不够啊，波本桶来凑，8位上将是备受非议，官方啊最终妥协，雪利位加重，黄金3桶惊艳登场。接下来这个免税店方队啊，领队的就是麦卡伦黄金年代系列，瓶子很好看，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公路歌颂环球旅行新时代。下面呢是麦卡伦1824典藏系列，5年份，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棕色，这群老家伙啊已经退出了该方队。麦卡伦探索系列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最新开发代替1824典藏系列，成为了免税店方队的最新宠儿。下面走过来的就是特别款方队，带队的是麦卡伦50周年特别款，紧跟其后的是麦卡伦12年双雪利桶，还有只在中国服役的5年份麦卡伦1700系列。最后呢就是限量款方队，该方队呢自从2015年开始就每年出一款，据说啊出到猴年马月后就可以集齐一套了，还能召唤神龙。那么麦卡伦全部成员呢到现在已经检阅完毕了，如有缺漏的话请各位大神指出。告辞。